表，然后几分几秒之内指针，几分几秒之内指针这样。我也说跳起啊，我也说爬塔。对，走吧走吧，再一次。我说爬塔会影响。啊，有我后面那边练了之后，是不是整体速度提升很多？那最后要不要还是跳舞？我再想一下，应该是一定要用的。只是我刚才不然忘记了，忘记已经是最后一圈，对，太晚了。先再一次极限。开 F， 开 F 不能门控买进，不是控买进。看不到，哦，我这边还要 KF 吗？不用，你可以再重新拍。没错。啊，玩错，好像。我在搞什么？这边我没 F 了。没有，我最后绝对不会开 F， 我不想把自己弄下去。还不是还有一圈。出了你一万，出大事，出大事，要一万五了。啊！哎、欸，这把打得特别顺，大事是什么？好顺哦，一万五哎。